當然要準備啊！如果唔準備嘅話咧，就可能即場嘔唔到出嚟咁樣。咁同埋大家都好體會到，即係如果就咁講咧嚇，以前就咁學咧，大家會發現你成日叫我練 skills， 點解咧？係咪先？點解練 skills 啫？係咪先？咁可能或者咁樣冇呢一個諗法，有另外一個諗法翻嚟，我應該幾熟㗎咁樣。咁就上到台就會知道咯，啊唔練就揾唔到啦。然後彈落手先知道原來都唔係好熟咁樣，因為你要喺個台度真係即刻用到咧，先至叫做係個熟練嘅 standard。 係咁，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咧，咁你要體驗唔同嘅嘢咧，先至會感受到咁樣。咁啊，大家都好清楚點解要練 skills 啊，或者練手指啊。同埋發現一樣嘢咧，好硬啊隻手係嘛？有冇啲咁嘅同感啊？咁當然大家都體驗過㗎啦，呢啲嘢係，大家都由零開始嘅。咁譬如我見頭先Benny 咧緊曬隻手，定咗型，跟住又唔好聽到自己彈緊嗰個音係錯嘅咁樣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呢啲都係你嘅經驗嚟嘅，係。你要發現咧，又要睇下自己彈乜，你聽自己彈乜，你聽住個 band 彈乜啦咁樣，啊，同個 band 有交流咧就比較抽象啲。咁但係就即係。你睇到唔同嘅人玩，譬如你喺 YouTube 度睇到啲唔同嘅人去夾 band 咁樣，咁如果嗰啲點擊率係高嘅咧，即係可能就應該係好嘢咁樣，咁啊睇下人哋點樣去玩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喺呢一度咧，就我就再提議大家啦，我哋每次嘅 RSW 咧都最好係練熟練啲個 form 啊。嚇，八月你都會玩噶嘛？咪八月尾。應該會。係啊，咁即係話起碼都玩到仲有一次先至翻外國咯。咁不過咧，好明顯咧，大家都比一二次唔同咗噶啦，係啊，即係好咗好多。咁啊，雖然係只係呢三個人啦，你都係第一次啊。咁啊，同埋你係幾日啦，練友係咪？就時間唔係好充裕。咁希望可以繼續做好啲啦。嗱，我哋時間仲有大把啊。咁所以咧，繼續啦。咁啊，邊個啊？啊，你嚟 S 聽我同你玩一轉咯。嗱，我哋將個難度提升。好啦，好啦，試下咩好啲？咁嗱，都係四至八個班，一人 solo 一次，啊，然後我嚟 train。真係啊！一人兩個班，一人 solo 兩個班，即係喺同一個方入邊，一人 solo 完一次之後，啊或者咁咯，一人 solo 一次八個班。咁然後就吹一次八個八，即係三次，三個八個八。唔係嗱，我八個八，跟住佢八個八，然後響第三次八個八，我同佢一人兩個八。係啊，我兩個八，你兩個八，我兩個八，你兩個八，就翻去嗰、那個，就去到個二咯。啊，我會提你㗎啦，咁過程。好啊。你哋都見過人哋咁玩㗎啦，吹啊！你吉他 one and two 未？你吉他 one， 你吉他 two 未好啊？我吉他 one。嚟，你好。
然咧，我哋頭先咧就 channel 亂曬噶啦。咁嗱，但係咧呢啲都幾得意嘅嚇。咁你即係感受到個時間嗰個無情啦。原來兩個班係太短啦。嗱 ，trade 四個班好啲嚇。咁嗱，大家都會需要有呢個經驗。rock 友都會 trade 嘅 ，OK。咁啊嚟咯，邊個 ？Max 啊 ，Max 同你玩轉都冇同你玩過。嗱一樣喎 ，trade 喎。一人四個包，嗱，我 solo 爸爸，然後你 solo 爸爸，跟住我哋咧，就開始 trade 啦。點 trade 咧？就同一個section one 就一人四個包，係。咁 trade 幾多次咧 ？trade 兩次八個包。之前我哋都係玩咗四個八個包咁樣樣。我八個包 solo 曬，你爸爸 solo 曬，要一人四個咯開始。OK， 你同人 one 定 two 先。好，咁我 solo 先。好，我嚟咯。
試下 try 啊，睇下會發生啲咩事咁樣。大家都體驗啦。嗱好啦，你咧係啊，張立文咧。